吃中药吃了多长时间？中药大半年吧。啊，你咋都长多少年了？好多年。好多年了。嗯，之前治过没有？来俺们这之前。之前在别处治过，还吃过药。吃过药哈。嗯。嗯，吃了中药吗？中药西药都吃了。中药西药都吃了。你吃中药吃了多长时间？中药大半年吧。中药吃了半年的中药，那咱们是不是提起中药嘴了都感觉是苦了？中药都是苦了。中药都是苦了。啊！吃中药有效没有？不太明显。不太明显哈。一直在反复长。一直在反复长。那咱们这做的清理的，你感觉疼不疼？还可以，可以忍受。还可以忍受哈。嗯，做这几次，这是他刚来时候的样子，在我们这里一共做了7天，表面上的痘痘已经下去了，今天开始去痘印，大家想不想看他好了之后的样子？点个关注吧，咱们一起期待一下。